大家好，我是王强。你看这雨下在外边，哗哗，连风带雨啊，这是开春头一场的大雨。上个炕啊，早上今天能上炕上睡觉，每天都在床上。这儿来，这儿来，哎，哎呀，脑袋不疼吗？撞的。你看看啊，看咱家，咱家小燕儿的，在我这下屋里了啊，在咱下屋里续窝的哈。看那小燕儿，他现在这门子倒是得开着了，关了他进不来呀。一会儿啊，雨天睡这炕，嘎嘎的，就是个享受。下场臭雨行啊！你放心点，你下一宿白费。我不下来就比不下强吗？还给你下一宿。哼，不下那么厉了，下还要非要下一宿。真的，不下不来，下点，下又要下一宿。嗯，再加点荷包蛋。俩荷包蛋呀？我不吃啊。你咋还不吃呢？我不吃蛋。吃啥呀？我瞅你搁了啥玩意儿？你怕不吃啊？不吃那些不吃。啊？瞅我怕我不多面，怕不多吃。哈哈哈哈。这，拿个垫子。给拿回几个鸭蛋回来。啊，拿几个鸭蛋。捡回来了。哎，这些啊？你下头天的了。哎呀，是吧？真买的？啊？真买的？别的？啊？我说我估计再放一下，放没了。放没了得吃一吃。这个呀。嗯。这老太太玩时尚呢。咋的了？忘了咋刷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呀！一红一白呀，这个。那咱往上洗个这个水，你有往这顶子。要门就关上了，我怕少雨，小门就开。嗯。我看那俩那什么小样儿啊。啊？花生啊。啥花生啊？熟的啊。啊，这边熟的。跟那屋的。你那跟小孩似的，想吃啥就吃。搞什么？你咋的？那不能断嘴。哎，我这车怎么找到清楚人那儿呢？这是捞出来了。捞完了。我肚里整过了。都拿着，那能长多大？一共四个。你吃几个？那不剩鸭蛋呢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啊？你不要你把吃完了。挺好吃的。嗯。挺好吃肉的，这玩意儿。太凉。太凉了。来电了。嗯。哎。正常停电了。什么修改？嗯，啥呀？真能修。啥呀？哎呀，一黑不知道谁整没了，这个鸡了，出来动了。洗澡去吗？你没在家？洗工作那点水不就给放出去了？哦。先放出去。这年轻，我回去就打了，不要。这到岁数没办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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